今日有我雷洪德同大家做大会嘅评述，我哋睇睇有咩参赛者先。开始，各位选手原来已经上咗线，准备比赛。一起步嘅时候，阿 K 已经起势放火，抛嚟 Vinky 啊！放火！哇，睇真啲，佢嘅披成好铺喎，波打脚咁款，连尾灯都睇唔到咁滞啊！K 呢个时候开始后劲不计，睇落好似撞墙咁款 ，Vinky 就后来赶上啦。哇，冲线啊 ！Vinky 做到湿科嘅佳绩，系佢3:45嘅个人 PB 啊！耶！另一边厢，阿 K 好似失手堕马，究竟佢会唔会被人 DQ 咧？